一讲呢，我们主要是来讲《满汉共治之帝王篇》，清代从乾隆年间所定的官服制度以及清帝服饰的演变来看，开始大量的沿用了明代的旧制。作为皇帝礼服的重要标志，十二章纹就是按照明代帝服规定的形制进行沿袭的，只是呢把位置改变了一下。乾隆皇帝呢把这种沿袭解释为遵循古礼，但这种古礼呢并不是满族的主制。乾隆年间曾经有人觐见清高宗乾隆改服汉族服饰，当然其前提即乾隆本人对汉文化之钟爱和崇敬。一日，乾隆穿着汉式的冕旒衮服，并召见大臣，说他是否，就问大臣说，你看我是不是像个汉人？其中有一个大臣就对他说，皇上于汉臣是也，而于满则非也，因此停止位行。后来呢，乾隆38年欲与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但是乾隆皇帝对汉文化之喜爱有很多历史记载可以佐证，如所绘的乾隆形象中清高宗秋瑾写字图、喜庆图、松石间贤图、官画图、行乐图等等画中，乾隆皇帝所戴的金帽和所穿的服装也都是汉族的衣裳形制。虽然乾隆皇帝并没有采用汉族的衮冕服饰，但是在清帝的衮服朝服上仍采用了汉族衮冕服饰中的十二章纹。另外，清代虽然废除了明代的服饰，但是在某些方面很多还是沿用了前代的旧制，其中最显著的是明代官服上的补字，清代仍然照样采用了这种形制，不过明代施之于常服上，而清代施之于补服上，但是就补子的尺寸而言，较明代式样略小一点而已。文官绣禽、武官绣兽的基本规制也完全得以保留，但在官员的这个位阶上的具体划分的方法呢，清代跟明代相比更为细化，不只是局限于补子的图案和腰带的质地上，更增加了官帽的顶珠的质地以及朝珠的数量等方法，更进一步的细化了官位的层级。清代官服明显保留满族旧制的是最有红缨的覆帛型的下官和折沿型的东官，均与顶支的质地的差异作为等级的标志。此外还有披肩和箭袖，这个箭袖呢我们俗称也叫马蹄袖。清代的官服制度按照等级分为皇帝、皇子、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额驸、额驸就是驸马、公侯、伯子、男将军、一至九品等多层，每一个层级呢又各有官服、带、朝珠、文五品、武四品以上的官用等规定，皇太后、皇后、嫔妃以下至公主、福晋、夫人、命妇等，他们的官服、朝珠以及其他的装饰也各有不同的规定。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皇帝的服饰啊。清代的皇帝的服饰基本上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礼服啊，第二是吉服，第三是便服。礼服主要包括什么呢？朝服、朝冠、端诏、衮服、补服。吉服呢主要包括吉服冠、龙袍、龙褂。便服便是常服，是典制规定以外的平常之服。皇帝的官饰，清代皇帝的官呢分成冬夏两饰，
冬天所戴的冠叫暖帽，夏天所戴的叫凉帽。皇帝的冬朝冠的形式是熏雕、黑雕、卫绮石、岩上扬、上坠朱尾、蟾蜍岩、顶三层、冠东珠一颗，皆成以金龙饰，饰东珠如其数，上衔大珍珠一，梁二在顶左右，檐下两旁垂带交颈下，下朝冠织玉草或藤丝、竹丝为质，表以罗，圆石青片金二层，里用红片金或红纱，檐场上缀珠尾，内加圈，带蜀羽圈，前缀金佛，是东珠十五，后缀舍灵，是东珠七，鱼字如东朝冠。帝王冠饰另有冬吉服冠、夏吉服冠、冬藏服冠、夏藏服冠、冬行冠、夏行冠，分别以吉服、藏服、行挂相配。皇帝的服装，第一个是衮服，只有皇帝能够服用，穿着的场合有限，仅用于什么呢？祭、元秋、祈谷、祈雨等，用石青色绣五爪正面金团龙四团，左肩呢绣日，右肩绣月，前后篆文绣字，并镶嵌以五彩云纹。此服在汉族固有的衮服加以改变而来。朝服有冬夏两式，形制采上衣下裳之制。皇帝冬朝服有二式，都用明黄色，除祭祀元秋、祈谷用蓝色，朝日用红色，一式为十一月朔至正月十五间使用，用披领及长，表面用紫貂，袖端用熏貂，两肩和前后绣正龙各一，臂肌处行龙六，衣服的前后绣十二章纹，建以五彩云纹。二是为披肩及袖用石青色天金加海龙圆，两肩前后绣正龙各一，腰围行龙五，任正龙一，臂肌处前后团龙各九，长正龙二，行龙四，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前后衣长绣十二章纹，相间以五彩云纹。下服绣八宝平水，十二章纹沿袭汉民族历代冕服纹样。二是朝服均保留了大量汉服饰文化符号，如五彩云纹、篆书绶制、八宝平水纹、十二章纹等。夏朝服根据不同的用途有黄、蓝、白三色。朝服除了皇帝、皇子、庆王、郡王、贝勒、官员均可服，但服饰因等级高低各不相同，十二章纹仅皇上可用。朝服带是朝服的腰带，朝带上有两种啊，一种呢用于大典，是用明黄丝织带，上带上呢有龙纹金圆板四块，中间嵌宝石东珠。一种用于祭祀，带上用四块金方板嵌于东珠及各色玉石。下面我们讲补服，也称补褂啊，前后各缀一块补子，形式比袍短，比褂长，其袖端平对襟，也称外褂，在清代的官服中是最主要的一种，穿着场合和时间也很多，是表示官职差别的重要方法。大清会典图规定如下，皇帝啊，采用的是圆形的补子，而庶官则采用方形的补子。皇子呢是龙褂用石青色啊，绣补正面金龙四团，两肩及前后各一团，建于五彩云。庆王啊，他是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用石青色。郡王是绣五爪行龙四团啊，前后两肩各一。贝勒绣四爪正蟒二团，前后各一。贝子绣五爪行蟒二团，前后各一。
固伦额腹同啊，郑国公秀五爪正蟒二方前后各一，辅国公和硕额腹，明公侯伯补服的形制相同。凡方形的补子的形制呢，是文官秀禽，一至九品依次为鹤、孔雀、雁、白衔、鸳鸯、鸡鸱、鹌鹑和练雀。那么五官秀禽呢，一至九品啊，它依次为一品是麒麟、狮子、豹、虎、熊、雕、犀和海马。蟒服啊，蟒服呢是绣于蟒纹的袍，上至王子，下至九品未入流者均可穿着，以服色和蟒的条数的多少来区割等级。龙袍呢是只限于皇帝、皇太子穿着啊，皇子只能穿龙冠，是不可以穿龙袍的。端诏系职位比较高的皇亲近臣以及侍卫所穿。端诏呢，它是一种皮草的服装，所以它的这个毛呢是露在外面的。皇帝的这个端诏呢，一般用黑胡子雕啊，用明黄色的衬里，左右各垂二带，带下带呢，这个带子呢是下面比较宽而尖的一种带子。长服褂呢是绣端平对襟，皇帝用石青色，花纹则随所用，但会典中皇帝做双龙团花。行服是是清代的皇帝和王公百官外出巡行、狩猎、征战时所穿的服装，特点是便于骑射。行服包括了什么呢？行冠、行袍、行褂、行裳和行带五部分。穿用时，行袍穿在内，腰间系行带，外面罩上行褂，下系行裳。行袍又称缺襟袍。这个缺襟袍呢，是服装款式的一种特殊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骑马方便。其颜色、质地、花纹随意选用，没有严格的规定。式样是以圆领大襟、四面开襟、箭袖有半纽。长度呢，齐膝比长服袍要短十分之一。最大的特点就是袍的右前襟比左前襟和后面要短一尺，以方便骑马，故称缺襟袍啊。它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款式。行褂又称马褂，既方便骑射，又可御寒。其颜色的规定是这样的：皇帝及御前大臣领侍卫大臣、内廷王大臣、辅从大臣等名等啊，这些大臣这些人是明黄色，因而称为黄马褂。庆王、郡王以下的文武百官为石青色。羽服包括羽衣和羽裳。羽服有三式：一如长袍而绣平；二如长服褂而加领；三如长服褂。羽裳呢有二式，羽裳主要是指下面的那部分，下长的那部分。颜色同羽衣，皇帝的羽衣是用黄色的油绸，其余以等级高低用红、青两色。总结，清代的服饰在整体上保留了满族的服制，但是随着其在中原地区统治的进一步稳固，以往的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逐步的消退，原来在服饰上的游牧民族的特征也失去了服装应有的功效，逐渐演变成一种符号啊，装饰符号和礼仪符号。对先进的汉文化的吸收和汲取也不断的在服饰中得到了体现。汉服饰文化在满清服饰中的表现主要以图案性、以符号性的形式而存在。这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